用今天就唱在这里哈。好，谢谢。啊、我的声音差不多了，你唱出来哈。好，先不要逼迫我，今天有点那个，有人偷我的喉咙。对他被掐他的喉结。真的，我待会去找到底是谁。对啊，踹他，掐回来他的喉结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叫《没有名字的人》。我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从哪里来？这几个自我介绍常见的问题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，通常是能够直接回答出来的。但是有一群人，他们拼命的追寻、探索，才有办法去回答出这些。但在台湾上还有很多很多的人，他们无论如何努力，还是很难轻易的去回答出这些问题。但过去并不会凭空消失，平埔族群曾经穿梭在这片土地上，如今依旧真实存在的。即便这一切听起来是如此静默无声，而这身在这时代的我们，都可能是那个没有名字的人。愿有天，我们都能成为不再被人困住的人。线索太少，历史消失的篇章，勾起了多少余伤？那里是我的家，我说着谁的话？的故乡，这条路变得如此渺茫。啊，没有名字的人啊，在无尽的矛盾里挣扎，被。
谁明